这么陡的坡，怎么冲啊？它现在是个陡坡。如果炸平了呢？铁光，这样，等会儿开战以后，你配合我的友军部队，告诉炮兵营，用一门大炮正面攻击日军的主力阵地。你带领一营，还有所有的参战部队，在正面这一面平铺，佯攻敌人的阵地。我带领二营。 从后面，让所有的炮兵、所有的炮弹给我倾泻在他的斜坡上，最多也就两轮，把这个陡坡给我炸平了。明白了。今は家までに送るよ。 你赶紧去看看吧，鬼子在自己的阵地上杀自己人呢。什么？可能是在杀那些未战的士兵吧。嘿嘿，这会儿鬼子也窝里斗了。不过那些，窝里斗得越狠越好。按计划进行，通知下去。 全团准备战斗。是。嘿，通知全团的士兵，不管任何人，看见山口一雄，一定要给我留活口，我要亲手劈了他。是。准备。啊！ 向斌里什么情况？炮都归他管了，还把炮弹打在日本人阵地后面，他会不会打仗啊？他现在是前敌总指挥，他说怎么打，你们就怎么打，给我专心的打。旅长，向斌里既然这么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啊。这一点，咱俩的想法是一致的。 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倒要看看向斌你这小子，到底能给我使出什么花样来。同志们，冲啊！ 攻撃した。すぐここに上がるよ。やだば早く。後に反省しよう。
手榴弹！火力也。攻上去了，太好了，到底还是向宾里这小子有办法。是啊，要是早派他上去就好了。是啊。呀呀呀，宾利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真可惜，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看来今天只能活着走出去一个。一兄，你死定了。你还是留点力气下去向我那些战友们赎罪去吧。老高，啊，哎，老高，老孙，你怎么来了？马上命令部队停止进攻。停止进攻？为什么？刚接到上级命令，鬼子投降了。投降了？哪个城镇的鬼子投降了？日本天皇刚刚宣读了投降书，整个日本向中国投降了。真的？山口一雄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小弟，住手！小弟，你不能杀他，为什么？我要给我的战友报仇。这是政治部的孙主任，他刚刚带来消息，日本人已经全部投降了。他现在是我们的战俘，是战俘，我们就不能杀他。什么？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
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可热闹了，你不出去看看啊？不去了。咋了？这抗战都胜利了，你咋还不高兴了呢？高兴不起来。是胜利了，可山口一雄他到现在还活着，我高兴不起来。他已经被俘虏了，我相信他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审判的。审判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欠了我们多少条人命，我恨不得当场把这个小子给毙了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外边真的可热闹了，你出去看看心情就好了。走嘛，我想看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走。怎么了，宾礼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宾礼，醒醒啊！大夫，他到底是什么病啊？向团长之前就得过很严重的胃病，曾经还吐过血。这些年饮食不规律，营养不良，外加过度劳累，导致他的病越来越严重。这个病治倒是也不麻烦，但是必须得静养一段时间，要不然他的胃会出大问题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大夫。没事。好在现在抗战胜利了，他还能安心养养病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我中午送饭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他这样了，他自己割腕自杀的。割腕？他怎么会有东西割腕呢？他把一块石头磨薄了，变得很锋利，割破了自己的手腕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我再给他包扎，但是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去。赶紧套一辆马车送卫生队去。是。被新四军抓了吗？可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，跑出来了。我不会傻到在新四军那里等死的。不是，你跑出来找我干啥呀？还不赶紧找机会回日本老家去啊。老七，那是什么？卖馒头？你甘心过这样的生活吗？谁能够甘心过这样的生活？我是为了逃命，没被发现已经很幸运了，知道吗？现在我们有机会了。吃饭了，今天可
怎么了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憋屈。憋屈？你憋屈啥呀？国民党是要挑起内战啊！行了，你现在先别管这些，你首要的任务是要好好养病，好好吃饭。病早好了，还怎么养？我就觉得憋屈。你说现在这局势都这样了，我一个现役军人，我在这医院里躺着啊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你说我什么时候胖成这样了？我啥时候这样过呀？哎呀，行了，这点肉等你回去打仗了不就下去了，也就这两天的事儿。说的容易，还这两天，我一刻钟我也待不住了。你去跟那个王院长说说，让他必须马上批准我出院。不行，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？你当时可是答应要好好养病才肯出院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可是立过军令状的，你要是现在敢出院，那就是违抗军令。对呀，凌霄啊，这王院长级别比我低，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呀。我现在就命令王院长，我让他必须让我出院，如果他不同意，那就是违抗军令啊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人家王院长也挺不容易的，是你的级别是比他高，那不还有司令呢吗？你让人家王院长夹在中间多为难呢。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养病，你病养好了，马上就能出院了。我真的好了，凌霄。哎呀，谁呀？送饭的。太君，饭来了，要不咱们先吃吧。先放那边。哎。你们说共产党的恶气还不够吗？趁着现在整个镇子上共产党的兵力空虚，真是我们大干一场的好机会。还有啊，我们……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日本人合作？你想想吧，现在这个镇子上有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退役军人、支援和浪人，他们的人数差不多100人，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枪来战斗，而这些人现在都愿意听我的指挥。孙站长，你们军统的人一直潜伏在这里，却没有什么作为。据我所知，国共现在的矛盾越来越激烈，是吧？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时候打起来是早晚的事。如果在这个时机你和你的手下能有所作为的话，那你们的上司又会怎么看你们呢？不是，凌霄，你不知道，这国家都成这个样子了。县团长你好。哎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是啊？这个是咱医院在这个镇子武装部的部长，隋部长。你昏迷的时候，他来看过你。哦，隋部长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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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吧。哎，向团长，我代表我们地方同志再来看看你，有啥需要的尽管提，我们一定帮着解决。没高旅长和司令员再三嘱咐我们，一定要照顾好向团长你。哎，我还真有个需要啊。什么需要？你是武装部长啊，你管枪啊，你给我弄支枪怎么样？枪？你要枪干什么？这些年我就没离开过枪，这晚上睡不着啊，不闻着这枪油味啊，我这睡不踏实。隋部长你别介意啊，他就是好日子过不惯，吃饱了撑的。怎么说话呢，还没吃呢。哎，隋部长，啊，这个，我听说咱们大部队已经开始转移了。啊，是啊，向团长，总部呢下命令要集合队伍，就把镇上驻扎的部队给调走了。
那留多少啊？留下了两个班，维持治安。这么大个镇子就留两个班？哎呀，向团长，我们这里是后方，再说现在抗战都已经胜利了，哪儿还有什么仗可打呀？哎呀，隋部长，你这话我觉得不对。咱们是大后方没错，但是眼下的局势可不一样啊。现在天下并没太平，你看看，国民党还在蠢蠢欲动，不定随时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时刻准备着，尤其咱这思想绝不能麻痹，对吧？这万一出什么事儿，咱们有备而战，保证打胜仗啊！好的，向团长，我回去集结人马，全部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你这枪不错呀，什么牌子的？哦，组织上给我配了一把伯克。伯克好枪啊，我看看。小明礼啊，不是，我看一看。陈掌柜，你的店铺被共产党封了，不就多囤点粮食卖了高价吗？这他娘的算什么罪啊？共产党就是想着法的要把你们给弄死，知道吗？行，我干。我也干，干，我也干，我也干，我干。好，我干，我出人出枪。好，那就定明天晚上七点，我会再派些人去把镇上的店给掐灭，然后我们分头行事。我带人去围攻共产党的医院，你们几个带人分别去打共产党的政府还有他们的学校。这医院里面都是一群病人和受伤的，有啥好打的？因为那里住着我的老朋友，就是那个朝思暮想的老朋友。换岗了。好，喂，是我。什么？这怎么停电了？有，都停了，都停了。勤务兵，勤务兵，向团长，向团长，马上跟随我们转移。转移？出啥事了？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一会儿日本人还有国民党反动分子要在城里举行暴动，医院也是目标之一，全医院的人都要跟随我们转移。暴动？你跟我说详细点。今天呢，有人在镇上的一家酒馆喝多了闹事，被我们两个巡查的战士给带了回来。我们看他是个外地人，就多问了几句，没想到套出一个大情报。这三个人呢，之前做过美军，这次回到镇子上呢，是一个叫山口一雄的日本人组织的。山口一雄？山口一雄不是在监狱里吗？那个，前两天旅长来看你的时候，悄悄跟我说山口一雄逃走了。逃走了？我就是怕你激动，所以没告诉你。好好的关在监狱里能逃走了，你说这些监狱看守都干什么吃的呀？向团长，你认识山口一雄？我何止认识他，扒了他的皮，我认识他的筋。好啊，好啊，他不来，我倒想去找他呢。他肯定是冲着你来的。冲我来就对了。哎，他们暴动什么时候开始？他们准备呢，先断电，然后随时准备行动。这不已经断电了吗？是啊。那说明暴动马上就开始了。你准备怎么转移我们？我准备将所有人，还有军校的十几个学生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全部转移到我的武装部，我们死守等待援军。
我呢已经打电话通知附近的通化县，他们已经派部队过来了。你武装部地方大吗？啊，比这医院呢？比这医院小多了。那不行，这后勤保障这么多人，你那儿那么小，而且我们只有两个班的兵力，这要打起来肯定守不住。我看这样，隋部长，你把所有人集中到这儿来。你那儿有多少支枪？我那儿有十几把步枪，还有一把冲锋枪。这样，你把所有的青壮劳力，最好能找一些上过战场的，啊，都集中起来。只要打过仗的，就给他发枪。好。哎，凌霄，辛苦一下啊！你把所有的伤员、还有护士、还有一会儿来的所有女同志转移到后院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不准出来。援军什么时候到？最快也要四个小时。赶紧准备去吧，我们要坚守四个小时。是。走。山口一雄。需要加工，快快快！好，快点！来，放这儿。来，快，放这儿啊！都抓紧点儿。这谁走漏了风声啊？怎么新四军都提前做准备了呢？那既然这样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算了。已经到了这份上，这叫做骑虎难下，知道吗？不动谁得打。不过这帮人既然都躲进医院里去了，也省得咱们分兵去打了。所有人都给我集中去攻击医院。明白。是。这些战士都是头回上战场吧？啊，我们武装部新兵比较多，主要呢，我们是负责策应主力部队。之前的南坎战役，我们都参加过。放心吧，这伙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打起精神啊！是是。崔部长，崔部长，敌人来了！敌人来了！啊，向团长不是让你照顾好病人吗？赶紧回去吧，这儿我和向团长呢。放心吧。赶紧回去吧，小心！准备战斗。同志们，瞄准了打啊！每颗子弹都很宝贵，节省子弹。我们的目的，拖住他们，等待援军，懂吗？是是。杀死一个新四军的，赏金条一根。兄弟们，发财的机会到了，给我冲！
行，进了再打。打！看来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没事的，放心吧，团长他们一定会顶住的。连上子弹，快把那两个伤员送回后院去。是。后退至小武士，第一个冲进医院的上金条三根。弟兄们都看到了吧，后退的这都是下场，没死的咱们兄弟们等着发财呢，给老子冲冲冲冲冲。哎，太君，哎呀妈呀，几个怎么不冲进去啊？不想发财了，都给我冲。哎，先让夏美丽忙一阵子吧。太君，我看这里边也差不多。同志们，我们的援军到了，绝不能让一个敌人跑了，跟我追，给我追，追！太君，咱们前后被夹击了，赶紧跑吧！走，弟兄们。给我顶住啊！走走，山口英雄，
山口一雄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冤有头债有主。今天你落到我的手上了吧？之前我以为我再也无法为我的那些战友报仇了，你竟然送上门来了。好啊，这就是天意。你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，今天就是中国人跟你算总账的时候。等等，兵力，等等。我知道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管你原不原谅我，我现在就向你投降。不是说你们新四军会优待俘虏的吗？我现在向你投降。你不会杀了我吧？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那些鬼话吗？你就乖乖的下地狱，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偿命去吧。江宾利，去死吧。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，结束于1945年日本签订投降书。经过了14年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，其中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界，前6年是局部抗战。
时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，那是你雨雪纷争留下光芒，没有你给我的力量，我怎能捍卫这地方，愿成为你彼岸的灯，河边花依然绽放，乱世的天那是你雨雪纷争留下光芒，没有你给我的力量，我怎能捍卫这地方，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，站在绝境中点一盏远方，心中藏着几我看见河边。